家了。你在车顶等着得了。不要，拿着吧。那你是帮我们忙啊，还是咋的呀？他帮咱们织。你这漏油了一会儿啊，衣服上。我觉得那个高的就是今天。我们去看看是不是那个高的。你买的啥？镜子。啊。全身的那种镜子。买了。我不是没给你钱吗？你就买了。我有啊，那个高的这个。哎呦，挺沉的这个。爸爸是最苦的。又取了一堆快递。你爸爸是挺苦的，你那镜子比爸爸都高了。找了一个袋子，把快递都拆开了。这个镜子没有办法，只能进屋再拆了。累了，累了。小李哥，小李哥这么慢吗？在后边打狼呢。你们故意的吧？你搞的？故意的吧？不能慢呢。我是最沉的。这个花真好看。你妈家不也有吗？是吗？这叫啥呀？朱顶红。我看你视频，你妈家要像这个似的。快去洗手去，吃饭了。吃饭。这个是茄子干儿。茄子干儿。有我吧？有啊，你们仨一人一个，我不吃。都不辣的。嗯，不辣的，挺好吃。这是什么呀？面，这面头。面洗完了以后那个筋。尝一尝哈。好吃是吧？这是给你们忙的。妈妈，你怎么都不吃饭呢？这一天。我减肥呢。妈妈，不是这几天，奶奶没聊啊。那这样就该不吃饭了，那不行。我们吃了吧，小姐还吃那么多，再吃一块吃。嗯，吃完饭开始干活。啊，这是栗子的呀，啊，不是贴墙上的，不是，没买那样。那个，哎呀，掉了，咱俩拼积木吧，姑娘。行了，我想拼积木。你拧这玩意儿，我还得拧第二遍。这我们还没拧呢。嗯，还行，带劲儿啊，别糊弄我。嗯。放哪儿啊？那我的手办。行，放那儿行。这谁这么用，是不是？挺好。这色有点太素了。你看你这个了都。